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行车长龙二四浪。我就既然出来了，那会儿我就徒步，就没想打扰所有人啊，就不想就是带来负能量。因为到呼市之后，疫情来临之后，好多人都在想法设法的帮助我，我真不想给大家添麻烦。因为既然出来了，咱们就是能自己做的自己做，是吧？能做核酸咱自己去做，然后能买东西咱们自己去买。但是这两天就和今天一样，超市已经关门了，因为再抓紧几天，那么咱们就更好，就会早一点结束嘛。但这两天领导了，还有各个部门的来给我送吃的、送喝的，还有甚至能给我送地下铺的东西啊！哎呀，真的让人感觉到，哎，心里特别的就是温暖啊。二是刚才那个谁，那个一个董哥，他给我送来这个就是抗原体，这够10天的啊，每天咱都要做一下，对好自己好，对大家也好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刚才给我送来水，因为水是咱们最紧缺的啊。我现在别的什么都不缺，刚才又有人问说你缺什么不？我别的什么都不缺，我那个气儿还能将就用1周，只要有气儿，有水。咱们有挂面，还有这个方便面的，还有江哥他们送这个方便面的就够用了，别的什么都不缺。等到如果缺再说吧，咱们尽量不缺的时候，不就要去影响这帮工作人员，因为他们够累了。谢谢啊，真心感谢，都在心里了，加油吧。我以为还又给我送物资了呢，这不是啊，这是他们送货的车。我想去买点应用的东西，我看都是一些个碳烤牛奶了，一些奶酪的，这个咱就不需要了。行了，现在所有的都关门了，等待吧。我送了一盒这个抗原体啊，谢谢了啊。哎，这个没有水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我原来不就上那个吗？你说那个商店，那个商店已经关门了，全封上了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这是一个，你看终于捅，够了，这够很长时间，是吧？谢谢您。你把这个水喝完，这个桶给我，我给你留着。你把这个桶留着完了。您贵姓啊？我姓胡。胡啊，胡哥，谢谢您啊，这真的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那个感谢。手机号是我的，你晚上给我打电话，我给他取证。谢谢你，好嘞。你晚上给我打电话，谢谢了，哎呀。刚才那个胡哥给我拿了，一盒这个啊，就是抗原体，这个是能做10天的，又给我一桶水啊。刚才那个就是有个小女孩，一个姓付也跟我联系了啊。哎，都是关心吧，咱不要给大家添乱了啊。我什么都不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所有人呢。哇，这个就太好了。咱们都说了不添麻烦，不添麻烦。哎，但是还是这么多好心人关注咱们，关心咱们。看看，我这两天真的就是超市不是都关了，咱们也不能乱走了，也不能去。但是看那个胡哥，我送了这么大桶水，这桶水够我用好几天的了啊。这桶水，然后把电话接上了，我用完之后把人这个桶给送回去啊。还有上午是那个江哥这个领导给我送的这个面啊。哎呦，真的谢谢，我什么都有啊。刚才那个幸福，他们那个防疫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姑娘啊，也给我发了信息，问我缺什么不？我什么都不缺啊，我都有，没有我就跟大家说了啊，真好。哇，哎，越来越幸福。